是兔兔魔王，今天要做一个超可爱的开箱，锵锵 ！Melody 与他的好伙伴们，总共有八个造型，这边四只，这边也有四只，总共八只一组的 Melody 的盒玩。然后呢，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家伙，锵锵 ，Kuromi。然后老板跟我说，就是这一组是一组卖的，所以总共会有八只没有重复。那我们赶快来进行今天的开箱吧。首先，我要把它的这边的封条给拆开。将将，打开喽！嘿，将。整组的，我来打开来看看吧。我先选择左上角这个，第一只会是谁呢？第一只是这个 Melody 垂耳的造型，就是封面这只 Melody。将第一只，把它摆在后面。将，再来我们开第二只。第二只是锵锵，垂耳造型，浅色版，是这一只第二只。好，把它放后面。再来，继续开箱。是谁呢？锵锵，红色的折耳 Melody。好，放后面。第四只，江江是Melody 的好朋友，粉色的，后面。第五只是老鼠，第六只是小兔兔，第七只库洛米，哇，终于到库洛米了。最后一只松鼠。好的，以上是今天的我们 Melody 好朋友的开箱，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到此结束咯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也欢迎您订阅按赞成为我的子民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今天的主题是这个，江江。